李庆安立法委员在哪里呢？我想这真是一个谜。他目前的状况是不愿意面对大家对他美国国籍的质疑。我想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立法委员对于选民的质疑所应该采取的态度。那么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他不在台湾，为什么他不能出面澄清？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他真的目前不在台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知道马英九要怎么处理。